在你临到那种时候的，这种时候其实并不是你的微信的时候，它是压在你身上的这种。真，哦，好痛。啥玩意？对，到了。嗨，今天点了轻食餐吃。能。今天点了轻食餐。突然不太我胃口，想吃什么其他什么火锅之类的，突然就很想吃轻食餐，就有点像回到当时在上海，不是上海上解说课的那段时间。那段时间我们有时候也会吃点轻食餐，但是我第一次就是觉得轻食餐这么好吃。我以前就觉得啥呀，都是菜，有啥好吃的？然后每次都要看公演的时候，就那些成员就说我要吃沙拉，我要吃沙拉。沙拉有啥好吃的？都是一些菜。对，好，然后呢那一次，那姐姐点了一下轻食餐，因为西西他们想吃嘛，然后我就也是跟着吃了一下，发现我的天呐，太好吃了，绝绝子。然后我今天就特别突然，特别很想吃来着，它拌一拌。然后我还是点了那种有那种什么杂粮的米饭的那种底，还是比较偏向于吃饭。好香好香。不错。我太饿了，我真的太饿了，让我大吃一口。还点了一碗汤喝。现在的汤真的好绝，直接送锅，真的直接送锅。送，真的好饿。晚上好，我今天把一个粽送过来了。没有吃，哇，这吃，哎。直接，我点了一个，本来想点鸽子汤的，但是没有我鸽子汤卖，我就点了个乌鸡，不是乌鸡，猪肚鸡汤。喝汤。今天没有想到今天这么早下班 ，unbelievable。但是明天也是依旧要六点多醒，不对，六点多出发。没啥区别。然后我今天晚上还得趁时间把解说作业给做了。星期五之前就要交了。今天星期几了？星期二了吧？还星期一来着？绝了！不是，我就是其实。喂。然后这次作业真的是，我就发现每周作业都比上一周还要多，就是都会多一点内容出来。就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复盘的文字，就是文字复盘版的。上个星期是没有，上周作业是没有的。那这一周作业的话，我们要复盘，每一句都要文字版的复盘解说一遍。就是你不仅要文字版的文字版要来一遍，然后自己还要视频再讲一遍的那一种，还得慷慨激昂。而且我的绕口令还没过，我的绕口令还没过。不行，我太饿了，再吃一口饭。不行，我太饿了，真太饿了。这是啥？这是地瓜吗？黄不隆冬的。竟没有吃出来味道，可能是因为那个芝麻酱，让我无法吃出味道。等吃完我给你们表演我的一道喷儿。让大家都以为我真的是。
哎，勺子。我给大家展示我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贼溜贼溜了。好烫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应该都吃了吧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大口吃饭。那我把米饭拌一拌。现在就好。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吃完，我觉得有点难，因为最近不是，是我一直都是，都不是那种会把饭就是吃的精光的人。希望你们下饭一点。你们讲点下饭的事情给我听听呗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真的太饿，非常饿。对，下饭的事儿。也不是啊，但是我们在现场吃的谁说我吃小嗨了？早上好。这个汤勺。这个勺子不太好舀汤啊，舀啥漏，舀多少漏多少。没有，我是懒得换勺子，因为这个勺子是这样子的嘛。所以这种勺子意义在哪？就是我现在还不太理解这种勺子的它的发明，它的点在哪？谢谢。哎，芝麻酱呢？我的酱呢？我酱挤完了吗？哦，然后再一个，把它挤一点。我真的觉得像吃那种轻食，真的是在吃酱。出来，我的天哪！它都差点，而且这还挺咸的。拌一点吃。这首歌真的还挺好听的，很洗脑。我点的是鱼，而且很没有点肉吃，所以鸡胸肉那些我还是吃不太来，我还只会比较喜欢吃像金枪鱼，哎呦，跟你们讲话掉东西，金枪鱼、巴沙鱼那种，哎呦，轻食餐，芝麻酱啊。怎么就金曲启动了？无语，怎么那么快？我还能憋会儿。那我手机不存什么东西，好羡慕别人都不存什么东西。我几乎真的不怎么吃的玩意儿。但今天想吃清淡的。这东西来的有点快哈。夏天结束都还没有到一个月呢。说实话，还没用，还没来得及。
先过过秋天吧。嗯。今天还好，因为我今天做完造型之后，我就在那睡了一会儿，睡了一会儿就没那么累了。嗯。然后，今天的拍摄进度很快，所以就还好。嗯。有事可以干，没有昨天累。昨天是真的整得我发慌。就我们第一组的拍摄，就是按照那个安排说应该是第一组拍完到第二组嘛，后来就是没有，第一组拍完的时候你都下午了，气得我不行，就觉得那种安排很浪费时间。明天应该也是要早起的，明天换一个棚拍。今天这个棚真的很好看，我也拍了一点照，然后也拍了一点视频，到时候可以放 vlog。真的很好，因为这是主题，我有，就是其实是我之前也蛮想拍的一个内容，这一次直接都一起拍了。嗯，是啊。他们说我们化个妆，然后他们布个景，大概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好了。好家伙，那个景布了，我睡了三个小时还没布完，然后我一下去惊呆了，怪不得这个景要布四个小时，而且昨天晚上也布了，今天只是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其实看了一个大概，我以为差不多就好了，没想到来一个猛的，惊到我了。嗯，这是主题，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挺轻松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用笑，跳舞的时候不用笑。另外我们第一组啊，因为按排名了，就后四个一组，然后就是每四个一组。但其实这个主题也可以笑，但看个人吧，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笑，有时候可以不笑，应该是情绪风吧，都说。啊，看明天景有啥期待我？不期待。有啥好期待的？我哪知道什么景啊？看到啥景就拍就好了，又不是我能控制的。嗯。下午过人在啊。我还回去。四号回去吧。你四号回去都在。嗯。喝点汤。太好喝了，是啊，明天他们搬家公司就过来搬家了，好期待啊，他们已经有人住进去了，好幸福。西西说等我们回去给我们煮饭吃，我说我也能点菜吗，他说可以，我说那就可乐鸡翅吧。啊，同款博感，为什么要一直问？同款博，不就那个名字就好了吗？那个名字也不行吗？同款博也不可以。怎么就没有猪肚？猪肚鸡汤没有猪肚。
捞了一个那么小根的猪肚。可是我同款不只有衣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讲，那你讲奶盖的，奶盖的少冰啊，奶盖的绿奶绿少冰三分糖，兔子，笑死！把我最爱的奶绿三分糖去冰加上去。怎么样 ？So easy。兔子不是肚子、啊。不是不爱吃，是吃不惯。我又不是这边的人，又不太吃得惯。不是北方这边的话，应该吃不惯。配料煎，真的吃不惯。就像我去，四川啊不对，成都那儿，重庆那儿，川渝那儿，我也吃不惯那边的辣，真的吃不惯。我都为了明天后跳几天的拍摄都吃的比较养生，不敢吃辣，我怕我脸上蹦豆子啊，不是蹦哦对豆子 yeah。 吃累了。吃累了，不想吃了，但其实我没有吃饱。我把这鱼吃完，这个巴沙鱼。啊，你没看到我们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又不是在街上晃荡。我也挺喜欢吃巴沙鱼下火锅的。昨天我们吃的那个火锅就真的不辣，我连我都觉得不辣的火锅。大盘鸡，大盘鸡，我第一次吃大盘鸡是在我学校，我学校是有那个清真的一个菜馆嘛，就是专门为特别从新疆那边的同学过来，就是吃，就是他们那边不是有标准说就只有带青字的东西能吃嘛。然后他们特地就为他们，然后那就是在二区吧，对，二区食堂有个清真菜馆。然后我当年也是大一的时候，我的部长带我去吃的大盘鸡。我那时候天哪，大盘鸡真的是人间美味。但是因为它大盘鸡真的太大一盘了，我又再没有吃过第二次，就再也没吃过第二次，因为我一个人吃不完一个大盘鸡，以及太贵了，真的太贵了。好喝，热乎乎的。我真的，现在是不是南方？哦不对，现在都已经入秋了吧？杭州那边是不是应该也很凉快？我好想念，我让我来西安的第一感觉就是，我以为我来到了杭州，因为这个秋天的气氛太浓郁了，好凉快哦。就是让我想到我想到我在秋天，就是在秋天的某一天，我在下课走在回寝室的路上的那种凉意啊，就感觉特别相似。很热啊，还没入秋啊，我以为浙江也入秋了。好想，我真的好想再回一次，好想再去上一次学。我
真的好想再走一下那一个，就是期待的铃声，再次响起，然后和室友走在回去宿舍的路上，虽然很凉快，就是又很凉快，然后一起同行人有很多，因为每次在下课的时候就一大堆学生嘛，涌到就一路就整个路上全是学生嘛，那种场景，好怀念哦，真的，唉，就之前大家都说你们到时候肯定会想念大学生活，或者说是校园生活的，但是我觉得还好。我因为可能处于当下就觉得还好，但其实真的自己我也相信自己肯定会怀念的，就是因为就很比较简单吧，一个大学生活就没有现在那么就是宿舍会开始工作时候那么复杂，你关吧或者你调一下，我很怀念。我是这个不？你是这个。你为什么买星球杯啊？因为我很想吃啊。我本来来的时候就想把星球杯给带过来的。我的天！怎么了？买了星球杯，还买了黑白配，还有娃哈哈。你是一年级小学生吗？那和我一年有啥关系呢？就是我来西安之前，我去把这么一大桶星球杯放在了我的行李箱里，后来发现它占位置，我把它拿出来，想等我过来再买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更大的星球杯。你看，因为我们平时等在那儿不知道干嘛嘛，你看我买了一个更大的星球杯，我在中心买的还这么一小罐，你平时不知道干嘛的时候你都在挖星球杯。最近的爱好，挖星球杯圈，你看，这么在中心这那么小一，才一半的量，然后买了一个一大罐的。天哪，我都不敢点它了。干啥？我跟你说，你吃了你就爱上，你就会停不下来。这东西真的很上瘾，发现了。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有啥好吃的星球杯，以前都吃过了，但以前小时候特别喜欢就吃那种饼干蘸那种巧克力酱。或者草莓酱，之类的，蛮爱吃。我长大就觉得是很小朋友吃的东西。然后那次我是在好像是去成都的时候，我也不是说怕吃不来辣嘛，我就买了好多零食，包括星球杯。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太爱吃，停不下来了，一吃就吃好几个，就真的，然后我就开始囤这玩意儿了。怎么了？你们不爱吃吗？他们好好吃哦。对啊，而且像我们平时要是就是主要是这几天吧，我们就一直在等等着拍摄，等的时候老是很容易饿，对吧？就买一点零食吃嘛，然后我就买了星球杯。是我也不爱怎么爱吃零食，其实我不爱吃什么薯片啊什么之类的，不爱吃。我几乎我每次就是我房间里完全不会囤零食的，真的。但是呢，就有时候吧，有些东西你着了迷，你就会一直吃，